Come, I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次入聖堂都是感恩的時刻，我們總有些事可以感謝天主，特別是颱風過後我們個個都能夠安然無恙，都是值得我們感恩的。在台聖祭開始之前，我們再按基督的教訓，在主的台前承認自己過去一個星期生活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特別是不符合福音精神的地方，我們求主求教会宽恕。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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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恳请众神圣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为我愿全能的天主垂念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Thank you.
求你激发我哋敬爱你嘅圣灵，并加强我哋虔敬之情，使你播种喺我哋心中嘅美善得到滋养，又赖你嘅照顾得以保存。因你嘅圣子，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同你同圣神系唯一嘅天主，永生永活。请坐。上主，你引诱了我，我让自己受了你的引诱。你确实比我强，你胜利了。我终日成为笑柄，人人都嘲笑我，因为我每次发言，必得叫喊，必得高呼，暴虐，破坏。实在，上主的话使我日日成为受侮辱和讥笑的原因。如果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我就觉得五内如焚，好像有一团烈火蕴藏在我的骨髓里。我竭力抑制，亦不可能。上主的话，答唱咏，答对系：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寻觅你，我的灵魂渴慕你，我的肉身切望你，有如一块干旱涸瘠无水的田地。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昔日我曾在圣殿里瞻仰过你，为看到你的威能和你的光辉，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我的唇舌要时常称颂你。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我要一生一世赞美你，我要因你名高举双手向你祈祷。我的灵魂好似爆向了高枝，我要以欢愉的口舌赞美你。你曾作了我的座右，我要在你的羽翼下欢舞，我的灵魂紧紧追随你，你的右手常常扶持我。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姊妹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与此世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上主的话。福音前风铺展大家起立。Oh, yeah.
为叫我们认清他的重召有什么希望。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伯哥禄便拉耶稣到一边，间责耶稣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哥禄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人縱然賺得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为他有什么益处？或者人民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将来人只要在他父的光明中同他的天使降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上主的话。这两句话亦都有现代的意义。今日我哋有一句一个词汇，我哋好多时都会用啊。我哋要做一个基本选择，我哋选择天主，选择耶稣基督，唔好选择自己。我哋会听到呢啲。今日福音耶稣呢两句话，正正系呢个意思啊，叫我哋弃绝自己，背起十字架去跟随耶稣。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这个这两句来做主题，跟大家反省一下，在生活上怎样活出来呢？这两句话第一边读经来自耶勒米亚先知，我们一路听很多次讲耶勒米亚，今天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听到他了。之后我们听其他的先知，这个先知个苦命的先知，天主召叫他去传递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呢就不是好的东西，叫他跟犹大这个国讲，他们会受到攻击，会受到破坏，他们会沦陷，他们会亡国。这个国家上至皇帝下到老百姓都不喜欢听这些东西，誰喜歡聽這些這樣的語言？所以整班人聯同來攻擊他、糟質他、監禁他、虐待他，這個先知就很慘。總之今天
呢段咧就有些少係向天主訴苦啊！你呃咗我，呃我做咗呢啲嘢，你又唔幫我喎，我一路喺度受苦嚇。咁佢一個意願就話：我唔再做啦，我做唔夠啦，或者話我哋今日劈炮唔做走人啦。做嚟做乜咧？咁苦嘅，我成為人哋讥笑、侮辱嘅對象，點解要受呢啲苦？今日佢就向天主訴苦，但係咧，同時佢又話：當我唔話唔再用佢嘅名去發言，我內心就唔得，我內心一團烈火嚇，催逼佢要堅忍到底，繼續為天主做嘢。所以佢的確又係咁啊！呢、這個先知唔係做一個好短期嘅先知，佢做咗幾十年先知啊，受得幾十年嘅苦，甚至最後咧亡咗國之後，俾自己個同胞帶到去埃及，嚇死異鄉。難聽啲就係話不得好死。哇！做天主嘅嘢咁慘嘅，搞到最後咁樣嗱，但係咧正正係咁顯出佢嘅偉大。这个人是受尽所有以色列人尊敬，一讲耶利米亚先知，以色列人就很尊敬，因为有少少是他们自己整个民族的缩影，他们整个民族时时是受苦，过去长时期都是被人家糟质，那觉得耶利米亚代表了我们要学他坚忍到底。耶利米亚先知正正是耶稣所讲的两句话，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跟随天主。你可以说，如果要在旧约里面找一个例子符合这个标准的话，耶利米亚先知呢是首选。有哪个好像耶利米亚这么弃绝自己的意愿？如果按照自己呢就走人了，我不想做，他堅忍到底，背起十字架去跟随天主的意思，这个是最能够表达耶稣这两句话的一个旧约的人物，值得我们尊敬。不单止是以色列人尊敬，所有基督徒都要尊敬这个先知。好，第二篇读经，罗马书。罗马书第一到第十一章是讲教义的部分。保禄中途就准备去罗马，罗马已经有教会在这里，这帮人呢不是他建立的教会，不知道谁将这个福音传出去罗马，那他会想去，去之前呢他就写了这个罗马书，就想告诉罗马的教友听，我不知道你怎么信的，不过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仰应该是要讲，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因着信德而成为义人，不是因为你做些样东西做得好，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有力量使你从罪恶和死亡中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他重要的教义的部分。跟着十二到十五章就说，作为一个皈依了的基督徒，他的生活要是怎样的。今天十二章开始的部分几两节这么多，就讲出最重要的，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要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圣洁馨香的祭品给天主。不要看轻这几句话，献上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一个圣洁的祭品给天主，不是跟随自己的意愿，不要跟世俗同化，要你要改变你自己。圣保禄这里所讲也都是耶稣所谓的，弃绝你自己，不要跟随世俗的一种做法，背起生活上的十字架，你跟随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是保禄在罗马书要讲的。保禄这几句话呢很有他时代的意义，大家都知道罗马嘛，罗马是
羅馬帝國的中心所在，是很富庶，而羅馬因為強大富庶呢，亦都是生活糜爛的，特別是性的生活是很放任，什麼都可以，教友活在羅馬呢，難免受他們的影響，受他們的誘惑。保禄就啱啱相反，献上你的身体，不要跟随罗马帝国这些人这样做，献上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圣洁的。耶稣的要求是 要我们心里面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会见到天主。所以你在罗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你要弃绝自己那些私欲偏情，跟随耶稣的意思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难道好像背十字架咁噶？所以不要睇轻几句话，献上你自己的身体作为圣洁的祭品，不容易做。放在我们这个时代，亦都有时代意义。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性泛滥的时代，比罗马帝国保禄的时代更紧要啦。在那裡你有錢才行，現在不用有錢的，你打開部電腦，這個手機連望一望，跳出來的東西給你，是誘惑到這麼重要的，你可以鋪天蓋地，這些誘惑，你要棄絕啊，這麼容易嗎？你們有過這些誘惑，你有過這些經驗，你就知道在那個時候棄絕這些很困難，棄絕的時候你是背著十字架的。这个很有时代意义，让我们听保禄的教训，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献上你的身体作为圣洁的祭品给天主。日日是这样做的时候，你正正是耶稣所说，你弃绝自己，背起十字架去跟随耶稣基督。好，第三篇马窦福音是继续上星期的福音，上星期你们听到伯多禄向耶稣基督宣认信仰，你是麦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就赞赏他，说他有福，因为天父启示了你，不是血肉启示你，你是磐石，在这个磐石上面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说很欣赏伯多禄的这份信德。但是跟着耶稣这一段圣经呢，耶稣就预言自己要背十字架，他要去耶路撒冷，他会被这些长老、经师等等这些当权的人杀害，但是第三日要复活。伯多禄一听这些东西就觉得不对劲，不可能，绝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三年以来他跟随的耶稣基督是你可以说到处胜利，没输过耶稣，次次都赢的，他跟随一个这么威水的师傅很开心，跟着就去受苦，不得，所以鉴责耶稣，你不可以这样的。耶稣怎样跟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称他做撒旦，刚刚说他是磐石，在这个磐石上面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现在说他是撒旦，魔鬼。撒旦的意思是反对者，反对天主的东西，你退到我后面，你不要在我前面告诉我你怎样走，你在我前面就是绊脚石，你卡住我，你要在我后面，所有基督徒都不可以在耶稣面前告诉耶稣你怎样走，基督徒只能够跟在耶稣的后面跟随他，所以你退到我后面，因为你懂的是人的事，不是天主的。所以跟着就说了，你要弃绝自己这些世俗的吹善避恶，就是说想不想有任何困难的生活，大家会想安逸的这些这样的想法。但耶稣的要求就是你弃绝自己这些世俗的思想，按照耶稣的思想去跟随他。有时我们听这两句话呢，弃绝同埋背十字架，觉得好像很消极，觉得一种无可奈何的接纳。
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你好好懂这两句话呢，这些一点都不消极，而是很积极的，作为基督徒很积极的做法。因为我不再以自己作为生活的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好像圣保禄所说，现在不是我生活，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这个就是基本的抉择。我做的不是我自己想的，我做的是愿意跟随耶稣那种做法。这个也是我们领洗的时候，我们你们如果记得你领洗的时候，你讲过什么东西，你许诺了什么东西，你许诺就是耶稣讲这两句话，我弃绝弃绝弃绝你三次讲的，然后说我信我信我信三次讲。信什么？信天主创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愿意跟随圣神的带领嘛。这个就是我们领洗的时候已经讲了耶稣这里所讲的，弃绝自己，我不跟随自己的意愿，我愿意跟随天主的意思去生活。好，我们反省这两句话，今天的主题。其实我说这两句话是积极，因为这两句话其实想带出的是一个爱的心。十字架是爱的高峰，在耶稣生命里面爱的高峰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其实是一个 symbol， 今天你们个个都不会被十字架钉的啦，所以这个是一个 symbol 来的，代表什么？代表爱。所以耶稣的要求叫我们爱，过爱的生命。我们个个都讲爱，没一个人不讲爱的。你问下街上任何人，个个都说爱是很重要，对吗？但是爱有标准的，偶然爱人，人人都做得到。我说如果你看希特拉，希特拉都爱他自己的亲人的。所以偶然爱一爱人，人人都做得到。但是作为基督徒，不是偶然爱人的人，基督徒是时时要是这样做。所以要有标准，标准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我们经常 听耶稣基督所说的说话，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只是记得这一句，忘记了第二句。耶稣说我这条新诫命是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的标准。作为基督教要以这个标准这样去爱，不是我喜欢的时候爱一下，那些不算的，偶然个个都做得到，事事做就难。你要跟随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拿到力量，你才能够这样做。所以都让我们记得，这里说弃绝背十字架的时候，是要求我成为一个生活的方向，时时都向着这个方向走，这个才叫做基本抉择。所以都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要将这件事成为我们的习惯。路加福音呢，在耶稣这两句话里面加了两个字上去，都是说你们要弃绝自己，天天背你的十字架跟随我。路加加了这两句话是好，两个字啊，完全表达了耶稣的意思。弃绝自己背爱的十字架是要日日做的，偶然做下不算，是不是基督徒都做得到。作为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弃绝自己，每一日背爱的十字架去跟随他。所以让我们记住耶稣基督这句话，有时金句不用记那么多，记些重要的就可以了。这句是其中一句我们应该记住，作为基督徒记住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如果自己的意愿跟天耶稣基督的意愿一样，那当然是最好的。但很多时候不是嘛，自己想的跟耶稣愿意的正正是相反的时候，我就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所以让我们
離開呢間聖堂嘅時候，都記得今日耶穌嘅好簡單嘅要求啊！記住自己天天背十字愛嘅十字架去跟隨佢，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啊！你請起立，同天主宣發信仰。我信唯一嘅天主，全能嘅聖父，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尊兄弟姐妹，让我们这个团体，将我们每一个人，连同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与我们社会的需要，向天上的慈父祈求。信友讨论的答句是 Lord of Glory, hear our prayer。请为圣教会祈祷。亲自建立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你助佑所有因传扬见证你圣名而受苦的人，特别是我们的教宗、主教和神父，减轻他们所背负的羞辱和痛苦，藉着你赐予的爱德和信德，使我们为你所付出的一切，为在天主的国度结出美好的果实。为此我们同声祈祷。请为世界和平祈祷。赐予我们救恩的主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恩赐人类有追求和平的渴望，制止我们互相残杀、任意妄为，帮助我们化解经济、民族、宗教之间的仇恨和对立，帮助我们同人和睦共处，分担彼此的痛苦和悲伤，在地上建立天国。为此我们同声祈祷。请为我们的社会祈祷，施予各样恩宠的天主圣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上主，求你临在在我们这个充满牛顿和矛盾的社会里面，求你赐予社会领袖、决策官员和市民大众丰厚的恩典，有尊重和共同服应真理的胸襟。
直到我们离开圣坛的时候，能够记得今天耶稣基督的教训，记住自己背起爱的十字架去跟随他。我们这样祈求，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请坐。奉天永求引领我心。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同心向上。且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谢谢你所赐的恩典。全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住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能使人得救。基督憐憫人類的過錯，甘願由童貞女降生，受十字架的苦刑，救我們脫免命死，又從死者中復活，賜我們永生。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的神聖，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Thank you.
圣德的真言。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权。不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哋嘅教宗方济各，我哋嘅主教周守仁书记，以及全体教士，使佢哋喺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我哋嘅兄弟姊妹，佢哋怀住复活嘅希望而安息，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嘅人，使佢哋享见你圣容嘅光辉。求你垂念我哋众人，使我哋能够同天主之母、同精灵福玛利亚、圣母嘅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嘅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哋藉住你嘅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一齐领唱，愿能的主。
主，我们期待住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今世平安，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永久脱免罪恶，并且在一世困扰中获得安全。常与你哋同在，大家回祝基督嘅平安。Thank you.
上主，我们由天上的餐桌饱享这个食粮，恳切求你以这个爱德的滋养加坚强我们的爱心，促使我们在弟兄姊妹身上为你服务。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我的行事宣布是成人慕道班在今个月的24号会开始，你们中间有些亲友想慕道呢，请你们给他的名字和联络的电话给我们。然后令到坚振的这些小朋友主日学到完了，但是呢我们会有些 cell group 给他们。如果一些令到坚振的小朋友青少年想加入这些 cell group 继续培育信仰的话，请你联络我啦，将他们的名字给我。接下来的星期五晚上会有圣经分享，欢迎大家8点钟在这间圣堂，欢迎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愿上主降福你们，保护你们，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们，仁慈对待你们，愿上主转面垂顾你们，赐你们平安。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弥撒礼成，感谢天主。礼成荣，shine Jesus shine。